膝盖不好的人哦，连走都不想走，因为他怕越走越坏。其实蛮舒服的。其实你越不走，膝盖呢会越弱。对，是真的。就是那现在就是说用人工的方法去支撑膝盖啦，帮你就好像有人哦，双手哈把你的膝盖扶住膝段的压力区，在中间加压，另外减压。这边好像比较轻了。对，那你就这个地方就松了，你感觉哦少了20公斤在身上的那种灵活度一样嘛？你穿一整天可以穿得住吗？我穿得住啊，因为它很舒服。闷吗？夏天到很怕闷。哎，很透气耶，一个柔软度。传统的就是厚啦，看它已经轻薄到你穿在这种，你盖冻那么久都没有跑掉哎、欸！我今天一早来穿到现在，你们都没人发现我有穿过。没有，你知道他在美国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品牌，连医疗诊所都有在卖哦。他是美国下肢足裸专家戴夫·希金斯，在2009年他研发出专利分区释压技术，美国 FDA 的认证，超过1000万人来使用。网络他们都有人讲哦，这是我穿过最舒适这个商品，它就有制造业的一个药商许可哦，它是第一等级的医疗器材，它都做了一个144项的化学物质的检验，走路、爬山、外出，还有旅行、骑脚踏车，什么通通都要，都需要。这么胖的腿啊，胖胖人都不用怕。